根是30年前到现在，它是一个木头的玩具的一个教具的工厂。那么后来又做了这个游乐设备，木头游乐设备的工厂。但是因为921以后，还有少子以后，这个业务量就减缩。那后来呢，就政府的辅导就变成一个观光工厂。那我们再继续努力，让它变成一个文化的工厂，变成一个教育的工厂。那最主要是以木头为元素，木头加科学就变成科学为木头。我们在玩科学，在学习科学。木头加艺术就变成艺术的木头，学习的重心是艺术啊。木头还可以加糕饼，变成美味的木头，很多有趣的木头等等等等。我们最有拿手、最棒的、最好的是那个所谓的现代白蛇传，就是我们做了100只蛇在社区游行啊，那个每一个蛇啊都不太一样。那端午节到了，今年没有，我们今年没有，太慢，跟局长报告了，明年扩大，就在台中市里面。因为我们把它做成木板的蛇，然后每一只都不一样，然后就变成来演绎这个爱情、亲情跟友情。我们目前园区大概有11个馆舍跟空间。那因为这个转型的时间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目前我们还在未来的3年到4年，我们还会有4个馆，那么包括了这个馆舍的空间，包括 DIY 的动手馆，比较木偶的木偶馆，还有鲁班馆，还有这个木工坊木工馆啊等等等，也有11个馆舍空间。那未来还继续在打造之中。